庙会吼，我们当时的年轻当时的都会参加活动，现任的市长，现任的立委，都会参加活动，送这个花仙菜，花仙菜，你看，庙会的立委陈天辉，还有他妹妹丽媛，陈玉珍啊，很优秀的哈，陈家的姐妹这么优秀，做丽媛做丽做司仪，送这个叫八仙草，庙会就送这个八仙草，八仙草不同地方做的，不同地方做的版本不一样的。你看同样。蓝彩和你画的不一样，那个来何仙姑啊，那个画的不一样。阿伯教画的不一样。中医圈和中医，看中医。南极仙翁啊，八仙之长。南极仙翁，八仙之长，南极仙翁。你看。不同地方做的八仙草画的就不一样。这里铁拐仙翁，铁拐仙翁，这李洞宾吧，这是李洞宾吧？大姐，你看有那个八卦图，这张图呢，李洞宾连哪个张图？刚刚看到应该是超国舅，这是韩湘子。韩湘子，韩愈的，那韩愈的侄儿韩湘子，比较年轻的是，优秀。